要结婚。你好，请问两位要办什么？我们要离婚。昆达跟林思雨在主演的偶像剧中结婚的同时，也办好了离婚协议书，签下了一年的契约婚姻。没想到举行的婚礼却被亲友恶整灌酒。思雨帮忙挡酒，但是昆达也不服输，抢着干杯，结果双双醉得不省人事。什么东西臭臭的？什么东西硬硬的？床都被自己的糗样给吓死了，而逗趣的互动也获得不少好评。就有网友说，剧中含有家跟归属的探讨，跳脱了偶像剧的框架，而剧中除了无厘头的搞笑，也有人跟人间互动的真实共鸣。我先了，咱们两个我都不会身上。三立新闻李文顺李退台北报道。